二玲啊，我都想妈咪都好惊会有痔疮嘅问题啊！你之前同我 B B 嗰阵咧，有冇都遇到呢个情况啊？根据外国嘅统计，怀孕妈妈嘅痔疮病发咧可以高达85%。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迅速解决。乐华痔疮膏有双重功效，可以加速孕期痔疮痊愈，内外痔疮同样适合，而且质地清爽，唔会有黏腻感觉。哇！有乐华痔疮膏，咁各位准妈咪就唔使担心啦。乐华痔疮膏，万宁、屈臣氏及各大药房药行有售。